一时间还真的断不了，韩某真是无以为报啊。好说好说，韩大人，又客气了。哎，鞠躬，说呀，快说呀！你别着急，谭大人啊，刚才大喜的让咱家给您提的事儿，不知谭大人是否觉得妥当啊？我明白了，我已经叫张亚去把公公要的人带来了。哎，您看，那不是来了吗？启禀大人，王喜在到。赞大人，小的这次可是拼了命的指证富察少爷，我怕得罪了官家，早晚会惹来杀身之祸呀。谭大人，谭大人，你救救我！谭大人，你所言甚是啊，你虽罪不至死，可是却活罪难逃。谭大人，天下虽大，哪有你容身之处？谭大人，那你帮我想想办法。谭大人啊，这办法只有一个，躲进宫中，不但能保住你的小命，还能让你得到应得的惩罚。我不太懂你的意思啊。最近宫里内务府需要千几名差役，公公的意思是让你进宫去，也算是你将功折罪了。什么？你们要我当太监？当太监有什么不好啊？省得留着你的祸根子，以后继续害人。不要，我不要当太监，我还没有成亲呢。那你就等着人头落地吧。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。嗨，哟，看开点吧，我可是过来人，当太监的好处可多着呢。以后我会慢慢告诉你的。可是我王喜，王喜呀，要这个上头还是要这个下头？你得选一个头让砍呢。考虑一下吧。我考虑考虑。还考虑什么呀？就麻烦谭大人派张亚送他和杂家和大喜子公公进宫吧。二位公公慢走，谭某不送。告辞了，告辞了，走。